今年传奇系列25周年，系列新作 Tales of Luminaria 也正式在手机平台推出啦。这次走的是全新风貌，完全原创游戏。在游戏中有21位主角可以使用，故事剧情采用群像剧的方式，游戏玩法则是直立式动作游戏的操作，只要一个按键就能够移动、攻击、回避。任务过程中随时能够退出、中断再继续，非常适合利用零碎的时间游玩。游戏的流程也很特别，只要一直往前走就能够无接缝的进入战斗，到达下一章节或是新的城镇，这些都不用进入读取画面哦。游戏中还能够跟其他玩家一起挑战大型头目，玩起来非常讲究技巧，缺点就是视角太近了，常常被来自画面外的攻击给打到。 Tales of Luminaria 已经在日本正式上架，希望之后会推出中文版啊。